来这拍片吼，就是后壁这个田。啊，我想起较早吼，啊，我拢伫这饲牛，啊，伫这挂牛啊，哦，啊，伫这种羊饲。啊，即马这就是羊饲，就是马铃薯。啊，所以讲我照这个啊，这马铃薯现煮时开垦的，啊，满生长。啊，咱则一礼拜一礼拜吼，啊，然后这个机缘，咱则拍出来，互大家欣赏。心会清净，咱就甲现世性。今咱是将着无性开源伫咱家己的心诶，即拢是咧转咧有真理显明是天意。神功啊，是伫咱现主时当下接受着天元即个指令，咱只有照现况诶。实际来传，这就是要咱人练铁要变成钢，永远啊得永生，拢是顺着正理这个天意，无让我派顺咱这点灵气，落家才是咱的心性。我爱咱人变去做事，唔是人拢永远做人。而且轮回不断，是咱这点灵气。要来讲到清净，咱的修持，接受到天元这个能量，就是咱的资源资产。今日要讲的是天理的资足。今日我照着先天的本性，念出着我这股气的三生。是母娘伊个发愿，生伫我平常这个心段，我有这条清澈的天，再来代母献出着我的心，灵魂落家是天灵来，回咱母娘，则是永远在在。这就是咱的缘，今咱是伊个囝，即个真囝。倒转来，咱的正母，显露是正法心，开源是天意，咱才有见母这条灵机呀。咱灵嘛会讲话，就是爱靠咱姊妹这个身躯这条生灵，这就是用咱的角色，因为咱有三魂嘛，爱靠咱现主持的感觉，咱的敏捷，献开。这是灵性，开悟啊！这是正行。今仔要实实在在落实，安尼来做。咱不爱有暂时性的、依赖性的，是咱归到母娘的天，咱才转会正。这尊神，这股茶呢嘛是咧变化，无胖无正，马铃薯这个正，伊就无有马铃薯。迄、那个种，啊，土卡来生着马铃薯这个籽，是咱归落来现世样啦。所以都是伫咱日常中无唔着。即马我用即句禅，予大家来看，讲一礼拜一礼拜伊会长大，啊，这就是自然的物件。但是自然的物件，这粒种，爱咱人会晓去甲照顾、甲关怀，惊咱人。老母啊，虽然咱是自然生伫遮，但是老母爱甲咱照顾，爱甲咱牵绳。但是咱人会当自理啊，家己顾家己的成长。现咱归到现世界，照着清醒，咱无爱阁昏昏沌沌啦，无爱阁有迷丁啊。伫咱即世人，戆刷刷安尼活落过一世人，啊，再过来生，再过来死。这是无价值的，是咱这点灵气修持，就是咧讲这个价值性。所以今仔日咱有个人的价值性，咱家己爱找出来，这才是实际。有咱本源落天地，有咱转过心中的元气，世间的财物、物质，就是甲咱这个生灵同款。是暂时代替，咱会当适应就好啊。
卖大重用，时间拢浸伫遮，是咱来请用咱这条魂，咱来拍算这个心王，会当主张主宰，咱以后要倒转去这个天空找老母大做伙，用安尼来叹，安尼来讲，咱的理想感啊，较紧到位，是顺着先天这点灵气。咱爱行向家己的心理，照着天元这点性，产生着咱顺家母娘神，恢复则是咱遮尔啊情，这是咱出定，出定就是通桥，通桥就是经过玄门关，玄就是青天，这个关卡就是咱姊妹生死门、出入门。是咱这条清澈的天理，咱才会当对法界发心，找出着老母伊这个原体，咱叫做母，是咱道家这点气，顺着母娘这条心理来底。今仔我只有讲天界老母的真心话，度咱清净这条灵气。咱爱显明顺家的心，只用着正法，咱的天性，抱着老母这尊神明，现咱度化是天意，转到灵家顺天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性，转过着咱的平和心明啊，天开万灵有主。献到清家来到处，转咱归元无形性，增长咱的清净。天元施灵是天意，派咱见母是道神，顺家安住是即世，行向天空则是咱的本位啊！咱有母娘吗？互咱靠。咱才有现主持这个心性，生出着咱原来这个智慧根、智慧水，是将着这个道味、道气，现伫咱个人的身躯，发射伫咱的身躯外口，甲咱遮的圣仙、活佛、祖先来回，是咱这点灵气，咱探讨啊这条心理，灵源本意找天果。教化一点正心道，灵魂有正天意，度咱道家最基。青天搁再复天神，落来一点正法心，转咱归元老母意。青天既来顺天主，青天教化众天师，灵源灵性是天意。老母度化是正理啊，咱爱是接到正能量，这个正神法无边。今仔我讲的母娘一直保我，啊，我才有这个冲劲，这个气氛，这个消息，这句话好甲大家报告，是咱传来现世的天理，要来转甲到。咱个人的心性，是咱行回正天的道路。开源啦，老母这股气，产生着咱即马人心当中，导咱一条正法道，生出着通天顺自在，发射着母娘这点灵气，来到清净咱的心病。今仔日。咱是要照公平、平等，因为咱伫天顶要落来，母娘拢予咱记着，原来这个如来性是咱顺家这个天意，要倒转来如来，咱的心见母，显露是正法性，开源是正天理，度咱道家是顺师，今仔咱照着道母。要倒转来道家合体，这就是咱传灵这个天意。
入道爱教化，爱国教门啊！你这个心啊，有好气的力，这就是咱对人要讲的，拢是同款的心，真好气，真好协，天地心，灵源本意做法界，上苍转我自然心，开源转过五天理，教化真灵。入我这个心，这是咱一世人的天意。咱再来讲顺甲，咱的本源神在在出现，拢是直通先天这点气，大虚空啊，来甲咱的心顺天，带来一条正天理，无形老母这个精气贯穿啊，咱的虚空的诸天。这就是咱传法的天性，一股气呀，一天气，咱会当成神，这个主意呀，是咱顺着无形无边无际，这则是咱用公道的心，无动起兵，无好歹，咱行伫好歹的顶端正中，是咱直通来讲着母性，母娘爱咱大家心神。天开是天意，转到清界是见天呀。今日我爱是照着天地，咱这个地有种种的生长变化，天有伊的造化。咱是伫中央，咱人会当服天地，但天地本无天地啊，是咱祖师爷甲合作天地观的，地伫下面，咱人伫中央。嘛会当讲是水，是咱这点灵气。咱的发水就是道理，是咱用着家己的精血贯穿着咱这个气入神，转入着这个虚空大自然，恢复正理这个团魂。咱爱是顺家这点气，咱团古啊，福气一话就开天。今仔母娘，予咱心内话啊，咱就要见天。有这个形体，你用话尪啊，迄个话画一画，嘛是画。今仔母娘甲我讲话，嘛是画。但是这是暂时的印呢。爱咱未生这个话以前，这才是咱即马咧讲的无限界，就是顺着遮尼啊清楚。咱的脑神呐，卖伫你这个形体内底。浸伫遮，这永远无法度来出轮回，是咱行回正天的地，咱才会当参入来，顺咱即马做主，咱入世间了后爱出世间，出世间你家己爱证明，爱会当做主定，是咱即马这个灵要来学老母这个真心的元气呀。气，伊是未成形以前就气啊！这就是咱要讲的天理未来路。顺着这条灵气，咱会当行的，是落家咱的心恢复正法是天意。每一日啊，咱爱学习，爱学过复习，咱才有这个习惯惯性，予咱。熟能成熟，是咱即马熟，你会当用着上自在来应付，来讲出着这个电波，这就是咱的发射，啊嘛是要来显露咱这颗心的精致，要归元啊，这个理性，显露是正天来，度化是清楚咱的脑神，今日只有咱人的神。你才会当做主这个心的机智行动，是咱要找出着正法正理，神予咱这条清净的本性质，拢是归元老母啊！这点灵气，元精类，咱讲的这个无，可有可无，是咱这条青天的本意，咱见着元体老母这个心理。真源本意道天来，
转到气中合神，无形注定见表，传咱原来出天。这是四字啊四句，所以讲神伊是会斗句的，有押韵的，有韵律的。所以台语是用拗音来讲出着咱现主时的结语四句。献咱本愿落天界，修咱清中原来，无形注定现世，转开心中气味，灵元灵性归天时，灵魂主宰定落来。这是咱恢复正统，母娘啊教咱吟诗作对，这是咱的心凉，让咱心会凉爽。的善良，这个慈悲心就行，是咱行回青天这个道路。第二，咱爱是德行，是你的行为，是你这世人的操作，这就是咱的观念。无形注定现世行，转咱气中合天地，灵元灵主归天地，条条灵光射出心。这就是咱的心力，这间开，世间只有用心来发射拍开，这才是咱的源泉，这才是咱的灵光、灵明啊的正确。顺着本源本，射到咱这条正旨，恢复正天的灵性，开悟转嫁咱的心，是咱主宰这点灵气。是咱搁再学成先天的本源，落地清楚这点气，咱来演成演化，顺母娘的性意，这是天赋咱的啊！这世人咱的功课啊！咱做农夫，就是咧经营咱这的土壤、土肉、土地，要让伊生做，要让伊生长，要让伊收割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。咱要来做主这条灵机，天元拢是天意，用着开垦垦丁，这才是咱做出来。今仔我用着正当，无其他的复杂，因为咱脑复杂就乱神啦，这条心就烦恼啊，咱的脑就无法度休困。是咱西方日头落，就是咱要休困的所在。所以咱今仔日做，咱来做，休困，咱来休困。这个作息呀，你家己爱定，是咱准备明仔载咱这个活动，是咱要转过这一生，咱后生啊，要互伊上自在啊。这就是咱未来路，咱念珠是现境的意图，灵源天意使命大。既然全体元神开，灵魂有照天意，度咱开灵无形神，这是咱看回先天的本性。咱人爱惊头，凡世间这个苦，咱拢是要离苦得乐归甘。所以讲，母娘啊，用甘露水，用着恁的欢喜心，直接见面啦，献咱归元。敬天地，度量规模一条心，简单转的则是气定。今仔咱爱定家己，我用这个心拍拍走去作弄啊！这就是咱恢复天元天理。母娘啊，教咱这间气，要行回这个神的宗旨，现咱转到天法界，是咱要行的敬天的原来。上苍这个天意，爱咱度化家己，修咱顺着母娘心，咱才会当转到这尼啊精，是咱取着先天的本性，带有咱见母这条原神，灵魂伊的天界，只有看出着咱的心底，咱爱是完整完困，活灵灵，这个精气的力量。这就是咱的形容，这就是咱现主时的状态，要代表这个神，代表老母，这粒元神精彩。
天路是正法心，转眼有路正天性，路来顺驾无扭曲，这是定条条。咱这个心内过，阿母啊爱和咱讲清净，是咱听到咱就会晓。现在咱个人要来进行无，就是你要学，要学成无？啊，这就是看咱家己的选择权。你这粒心会拍算啊，是咱上苍这个天地永远学到无牛这个原心。来讲到正法的心，是咱顺着我啊这点气，咱行伫方便法做基。一世人，咱只有用清净来做主持。修炼啊，是咱的灵感加强。一世人，我只有向天来学。做人啊，我有现主持这个时阵，这个时机，所以我要将着这个机会，献伫咱即马咧练习这个中间。老母啊，甲我牵加这个气氛，是咱恢复这个天性。教化咱个人的心灵，是元素合天地，是咱金木转路神呐。现咱开元照天地，五行生火顺天时，老家是正天元，老母啊转咱心欢，拢是自家咱的天意，拢是清净咱的脑神，五行恢复正天人。道灵气中合天性，灵魂有无这点意？大天显露是顺时，应咱传达无形经，使咱这粒个性，咱有元天的真意，大母降出先天，灵魂注定是天界，学到气功是自在，拢是真元这点灵气。拢是来到清澈的心，我有这么啊顺家的天地，接受着金宝落时，青天在树现落时，开元转过来心定，无形注定是天意，归空落见是先天时，天来转落是天家，救咱灵主是自在，现开。徛正灵源，则是道境；清净本源，落天界。应咱清澈心的人，无形安住是天地，条条灵驾是顺气。这是无形的天性，集中咱个人的心明。咱爱是这口气，会当成。伫咱做人，到这个神的家，今仔咱袂定定拜神。咱要做神，做神有家己的主定，无一定爱奉拜。这就是咱要提升咱家己这个性格，咱的灵性有这个性，就是咱的果品，显咱一条正天理，爱咱转转来无形清，咱爱顺家，这是天性。这就是咱的三元三品，人讲有上品、中品。下品各有三品，三三得九品，是咱以这点灵气，要来找出着咱的真主，原来这个定位定高品，显露是正天时，处咱脑中这个地骨子，无形安住拢是天意，发射灵光，这才是神的本性。今仔咱要照着水火。也当通用，就是记者，水火也当拄啊好用啦。想超过会害人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水火记者，是咱做主这点气，这世人咱都要修啊侪种啊。现开则是灵性，徛正无形界则是道家己。今仔只有这条灵，这个主就是咱的个性个体。咱爱是照着这个感觉，咱才有不离身体。今仔我要讲的是正法的灵性，学得这么成，咱的本性，合在咱这么顺家，这个天意，
拢是对无形界，咱的天地，行出着成果，咱这个心气，灵源本意度咱灵，教化安住现世心，归咱这条正法命，天地拢是照命令的。今咱只有家己救家己，修炼咱家己的本体本性，合咱老母这粒元灵，度来正天四灵气，祈祷则是应尽。老母也传咱这尼啊顺，归咱见母这条灵性，这是咱行回正天的本性，带后咱见母这条元心恢复。拢是正天理，看咱永远拢是道气。咱有这条正法正言，咱人一定爱脚踏地，爱照着实在，安尼来练过，这就是咱的体验体悟。一个人一定爱足小心嘞，足细腻嘞，经过着这条道路，咱才有这个道味，现伫临场，咱咧讲的这个气味。是咱顺着这个天理，是咱条条灵光，你会当射出着每一个人的心，或作天。这是咱恢复正天的本性，带出着先天咱的本性。灵源脑照天，阿婆也来讲顺家落心地，定咱主宰这个灵性，看咱出家这尊心灵，是咱注定这个天理。是咱行过的这条心，咱逐天咧做功课，这就是咱心内发挥。因为发挥有内场，有外场，有的是执着伫外场，外场是咧应暂时的尔尔。咱爱逐天伫咱这个心内底开发挥，众仙、祖先直接听经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，道法要甲拍开。让咱每一个人得得到，这就是真心的话。阿婆也爱我，用着正气神，用着我的精血，杀出着我即马这个无形的力量，开源转咱见天地，度人见母顺天地，点起咱人的白灯，是咱这条正天地，要学甲烫心，咱的顺天地。上苍爱咱行的，则是顺心，是咱有这点清澈的天性，打开元天咱的本性，无形落架，则是咱的天意，度咱家己，则是救星。今仔日咱拢是一粒好好星落来才转，是咱爱家己救家己，这就是咱咧讲的民族救星。是咱个人要行到真端正标准，这才会当救咱每一个人的心，倒转来找到咱母娘这个金光体，真光的心，是咱恢复正天地，是咱行回清天寺。无形世事来讲着天性，爱咱转的只有开流，咱在世只有用灵做主，心感啊！造这个灵通条通神，是咱在世间，咱就要有这个神的味，这个味啊，这才是咱家己安家己的神，精彩，顺着天的指令，这世人我绝对我有变更啊，这就是我讲的天理，要在在直接修这世人，来做基，以后来归神位，天路是天，打破咱的人啊。则是天理，拢是顺家这个天性。咱人逐天拢咧无闲，踅来踅去。今仔日咱只有神啊，伊才会当真光咧，伊才会当在在啊。所以神伊是以公道的，伊上界正确的，安尼咱才有这个神的名，献伫咱家己的身躯。咱这个心啊，才会当归老母这粒正人。拢是天理的本性，拢是博爱教人，遐这个人爱真高真深，咱才有这个人好伫只生着。地表就是予咱这么高，这粒土豆人啊，这粒人心的人啊，啊，这才是大爱。
拢是咧讲咱现主持，你的付出，爱付出真侪真侪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呀、啊。咱逐天伫遮咧开心法门、心法会，这就是咱的民主。恢复正天，则是灵性；开发咱人的人中心，这则是这个民政。拢是主宰这个天地，先后天呐、啊，咱的平静，是咱对着现主是咱人才当深深知影。这就是在座咱所有的演化，是咱要来讲着天理，是咱这个电波要讲到集中咱人的头壳。这就是定神啊，一个人若做神，你就袂走进去啊，袂变故啊。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行向顺家的心，正天有路现世界，转咱正法顺天啦。无形注定的灵气，转咱顺家，则是天理，应咱上苍一点灵性，来到先天咱的本性。亲身回庙，这就是咱的宗旨，嘛是咱的宗源，源头搁源头，这是清楚的，这是无瑕疵的，无欠点的。今仔咱来收甲这尼啊精致圆满，是咱在世，逐天这个心的发挥，咱就要让伊修行，这种气力啊，逐天安尼演，你的心就无缺陷啊。都无遗憾啊！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，个人行向这个天顶，顺着正天开元寺，落来接定无形界，回到咱的清净顺天，一点灵光现落来，转过着每一个心会知，这是咱青天本意，条条灵光道理，现咱顺着无形界。转过着清净，即世的心。